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赛商台湾金站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，还有超过36万个1000元台以上的奖项，希望这张是其中一张啦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21号，来看一下大号码0182970211，0182970211，希望这张尾数21号的可以中大奖了，来，马上来开刮吧。先来刮哪一个？先来刮这个中头奖。玩法很简单啊，刮出两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金，不可跨区兑奖，或者刮出两个这个善的符号咧，即得奖金1000元。来来来，先来看中头奖，两个相同的五万，奖5万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没中5万，没关系。接下来看这个健康平安，中多少咧？会不会中多少咧？来一个200，再一个又不一样了，应该是200万吧，不用数了，零差好多个，没关系，还有很多很多中奖的可能，还有六，还有4个。接下来看迎向未来好了，迎向未来1000，然后呢，哇，如果这个一过来就中了，又没中，零又差很多，没关系，再来心想事成，200，这个200吧，这个200，哇，300啊，又没中，这张又没追刮，又没中，剩还有两个，来一个，来先刮哪一个嘞？先刮这个好了，工作顺利，两个相同的，或者是两个赞的符号，来两个赞的符号了，来，300，再一个，200，没中了。剩最后一刮了啦，最后一刮就是这个了，要幸福，有没有可能中呢？其实大家，我刚刚也瞄到代码了，这一张刮刮乐应该就是公益的，来确认一下，公益的吗？真的是公益的吗？没错，公益的。看到了这个，刚刚瞄到了这个 P 啊，本来想说刮的时候都注意不要看，就一刮到看到这个 P， 就知道这张公益的。没错，来看一下这张，来检查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啦，应该是没有一样的，因为我看到 P 了，对不对？都不一样嘛，然后也没有两个这个赞的符号都没有，然后它的代码在哪里？代码 FVP 啊，乌龟啊，台湾金站变成台湾龟站了，台湾金龟，台湾金龟也蛮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台湾金站啊，对，台湾金站，没错，好，就来做个总结吧。然后售价新台币200元的台湾金站刮刮乐尾数21号宣告杠估，做200块的公益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